杰伊在呼唤我。哎，我不理你们。杰伊比较重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指名费嘛。对，我要杰伊。感谢。你刚不是发简讯给我？你总是这个打扮，你还不是一样？何頼みます？哇，好贵！我们上次点柳橙汁嘛，我们现在换来喝点便宜的啤酒。頼む。增加好感度了。こっちお願い。私ももらっていい？当然啦。いただきます。我来看杰伊这次要跟我聊些什么。感觉他应该蛮多话题可以聊的。啊，やっぱり桐生さん相手だと落ち着く。今日も私を口説く気満々のお客さんばっかりで、相手してたら疲れちゃって。就是嘛，还是跟我这种正人君子比较好。ないない。別にこっちは彼氏が欲しくてキャバ嬢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から。毕竟有些小姐也在做这个工作前就有男人了。ボーイと付き合ってる子もいるしね。まあ、社内恋愛禁止だから内緒だけど。偷偷来。とにかく彼氏がいてもいなくても基本的にお客さんに口説かれて嬉しい子はあんまりいないと思うんだよね。也是啊，也得考虑女方的心情才行，要看什么对象嘛。原来可以这样子啊。哦。哦，哦，要看是什么对象吧。哎，我觉得两边都可以啊，都可以增加好感度啊。そうだな。也得考虑女方的心情才行。被不熟的人塞一些甜言蜜语，不会有人高兴。这点任谁都能想象才对。でも、男の人だったら喜ぶんじゃないの？見知らぬ女の子に告白されたらドキッとしない？会哦，会哦，会哦。就算对方不是喜欢的类型，但就是被告白就会很开心，就会还会到处去跟朋友炫耀这样。どっちよもう。然后有增加好感度就好了。ちゃんと女の子の気持ちを考えてくれる分、桐生さんは優しいな。不过如果是其他公关小姐，说不定也不太喜欢不主动的客人哦。啊，それで思い出した。実は私の妹もキャバやってるんだけどね。なんか最近。你妹妹。客と付き合い出したみたいなの。就是那个要整容的妹妹，不是吗？変な男に引っかかってなければいいんだけど。对啊，对啊。でも、それでもし結婚とかまで行っちゃったら、結婚式でなんて言うの？キャバで出会いましたっていうわけ？不要举办婚礼就好，老实说就好，随便敷衍就好。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想要选随便敷衍。老实说就好了。是我的话，我就照我的想法来选好了。对啊，打工地方的客人。それいい。喫茶店とか、キャバ嬢とウェイトレスじゃ、同じ口説かれたにしても全然イメージ違うよね。的确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ま、さすがに結婚まで行くとは思えないけどね。谁知道呢？哦，又到了这个，继续聊下去吧。要点什么呢？送礼物。要再送礼物吗？上次送那个礼物，然后就反而降低好感度。我看一下我身上有什么，有这个银手链，不然送他这个银手链看看会不会增加好感度好了。来吧，怎么了？哈哈，糟糕，果然还是不要乱送东西。而且这银手链感觉就很贵啊！你就哈，可恶！所以你可以跟好久没见的死党见面。哎，他真的好多话可以聊。年々参加者が減ってきててね。ここ何年かは割と同じメンツしか集まらなくて。看来不只是台湾，日本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呢。那一定很失望。ねえねえ。大概觉得不好玩，应该很忙吧，很难约。我觉得那些人应该都是就是懒而已啊，他没有懒这个选项吗？在台湾的话啦，应该很忙吧，很难约，那就选很难约好了。那些原本很难约吧，宣道其实应该的啊。やっぱりそういう風に思われちゃうか。何度も欠席してると、そのうち呼ば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かもね。好感度又下降了。そうだな。欸，这个友情呢有错字，抓到错字了。等到年纪大了，就算觉得寂寞，也很难再交到这样的朋友。そうかもね。友達って。作ろうと思って作れるものじゃないし、本当は行った方がいいんだよね。なんだ。原来你不打算去啊。まだ悩んでるところ。どうしようかな。这样啊。我的好感度被扣光光了，我赶快加点，帮他增加业绩好了。肚子有点饿了。欸，我上次点什么？我忘记我上次吃什么了。欸，我上次好像吃这个蔬菜棒嘛。第一名的炸嫩鸡块，那我们来吃鸡块吧。嗨。啊，才加一点点而已。最后一个话题。この前別のお客さんから突然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ったの。嗯哼。是我送的娃娃吗？それがね、ちょっと趣味の悪いネックレス。サプライズみたいな感じだったから、とりあえず喜んでおいたけど、って感じ。你对别人至少会装一下，我送给你了，你装都不装。前に私が高い注文とかしなくていいからねって言ったのを勘違いしちゃったみたいで、物が欲しいわけじゃないのに。很拼命想讨你欢心，就跟我一样啊。それが一番迷惑なんだけど、せめて買ってあげるから一緒に行こうよって誘って、本人に選ばせるとかあるじゃない？这个太贪心了吧，这是很常见的手段。你坚定的拒绝他吧，干脆叫他送你钞票。三角形这个也太直球了吧，干脆叫他送你钞票，这个一定会下降的啊，好感度。你坚定的拒绝他吧。这是很常见的手段。好，安全，假装自己很懂好了。哦，桐生さん意外と知ってるね。哦。だって違うお客さんが来るたびにプレゼントでもらったアクセサリーをコロコロ付け替えるわけにもいかないじゃない？哦。所以我刚送的是重复的吗？みんな俺が開けたやつだってなるもんね。原来如此。ちょっと待って。拿去卖吗？拍卖？
どこ行っちゃうんだろうね。好坏哦，不过加很多好感度就好了。哇，他这样子很聪明的。爹、yeah.。好感度都没加到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还花那么多钱，下次再来找你啊。哦，被握手了，今天玩得超开心。我也是。咦，升了一级。好了，找完结义，我们来。办正事了，哎，童生先生救我，谁？杰伊，哎，我才刚走出来，七福大街，七福大街啊，不就，哎，就这里啊，哎，这里就七福大街啊，杰伊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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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れはちょっとそこな。走开走开，我没有空理你们。おい、止まれ。バカ。哎，七福大街不就这一条吗？哎，我已经走超过了，可我没看到杰伊啊。这个巷子进去就不叫大街了吧？啊！没事了。遇到混混。杰伊发生什么事了呢？干嘛这个吗？是你吗？哎，不是你啊！可以借点时间吗？不，我有急事，我要先找杰伊。就乖乖回去，别找其他男人撒娇。然后我要走开，我要先找杰伊啦。你啊。哎、欸，不是吧，不是吧！哎、欸，真岛大哥，我在找杰伊啦。只好，让你倒在这里了。さすがや。せや。またな、キルちゃん。あや。おもろいな。可恶可恶！哎，手机，西田，请救救我！谁啊？谁是西田啊？好，没关系。我要先救杰伊，先救杰伊，然后再去救西田。可是杰伊在哪？不过是哦，有了，找到杰伊了。不过是一起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反正杰伊不是也要在外面吃吗？与其独自一个人吃，两个人一起吃一定更开心了。
哦，原来他换衣服能够找不到他。嗯，之后我再陪你一起去上班，这样等于带你出场，也能增加你的业绩吧？岂不是一箭双雕吗？我杰伊被缠住了，那我买礼物送你，要包包还是珠宝都没关系，你尽管开口。嗯，好烦哦。啊，来来来，咦，那男人是谁？难道是杰伊的男朋友？没错，就是我。啊，对对，没错，所以很抱歉。啊，什么？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一开始就讲清楚。哎，我不要去你们店里光顾了。啊，就到杰伊了。我上次把你当做男朋友，没关系，没关系，那是无所谓。对，童生，你看超乐意的，有没有？那这样好吗？他不是指名你的客人。没关系，没关系，我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绝对不会和他交往。但只是下班后约出来一次，他就得意忘形起来了，就像刚才那样。最近他还直接在店外面等我下班。嗯哼，如果你不在意，那我也无所谓。嗯，我才刚离开店而已，然后他就马上被缠住了。哎，才加这么一点点。不是吧，这也太小气了吧。你这样我要去另外一家洗内的店去找那一位。叫什么啊，西田，请救救我。洗内的公关俱乐部有个没有人指名的公关小姐。好，所以我就去那个洗内那边了。欸，拉客店员不小心开副本了吗？哦，这附近有家不错的酒吧，想不想去喝一杯啊？又要骗人钱的是不是？不用了，谢谢，我已经遇到很多这种事件了，可以便宜的喝到好酒哦。请不要这样说嘛，找不到客人我会挨揍的。拜托，就当作是帮我一次吧。对啊对啊，你这样子强迫拉客更不好吧。小哥你好冷淡，就用酒来温暖这么冷淡的小哥你吧。三小啊，真黏人，我要走了。哎喂，什么东西啊，喝一杯就好，真的不会吃亏的。啊，同事你太心软了，是我的话我就拔腿跑了。相对的，要是给我难喝的酒，我就会立刻走人哦。应该不会又来骗钱了吧？欢迎光临，要喝什么呢？这个吗？哪里？哎哎哎，这个店员。我要走了。喂，哎，等等啊，同志老弟，怎么可以泼人冷水？为什么你会在这种地方？就像是小小的兴趣嘛，我有想租下店家，他直接把店家租下来，就只是为了把同志拐进这个店里面来。真的吗？这可意外了呢。夜之帝王。嗯哼，哦，那么厉害，这样这样说我就喝吧。首先这个吴朗森十年的威士忌，听都没听过品牌，啊，去年才刚出的酒，哈哈，这酒特色就是有这淡淡的焦味，嗯哼，哦。味道很纯，挺不赖的嘛。哦，
居然获得好评呢。我再喝一杯吗？嗯，也好，再喝一杯吧。嗯，真的哦，是好酒哦。嗯哼，不可思议魅力的一品啊。嗯，原来如此，这酒还真是带劲，喝得干脆啊。因为是大哥为我端出来，肯定是杂牌货。没想到看酒的眼光还挺利的。嗯哼，哇，差不多该走了，麻烦结账。那等一下，我马上送给你。好，56万元啊啊，很便宜了吧？只喝了两杯，怎么会这么贵啊？超正规高级酒啊，平常的话两杯就要560万，560万，我已经看在同生老店面子上打出一折的跳楼大降价了，还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啊？可恶！可不要栽赃了啊！你平常怎么喝酒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的酒就是有这样的价值，不是的话你就证明给我看呢、啊。嗯，他说没错。天哪，上贼船了，明白的说。我只要你尝点苦头而已，从一开始就是要找他干架就是了。付钱，可是没有钱可以付啊。56万，我刚才身上好像只剩20几万，不是吗？我选付钱看看好了，因为我钱也不够嘛，这样喝了也没办法，我付钱。就是你处事态度是吧？糟了，我根本也没钱。快付！我觉得我不打算付钱。来吧，好吧。你就是要跟我打架了，糟糕！穿酒保服的真岛老大，啊，他还在跳舞，有喝酒的关系啊，我的那个集气条集好快、啊。跟三国无双一样，就是喝酒是拿来集气用的。撞到翻白眼，哎，这样喝酒还蛮强的，踹，哦，要死了要死了，怎么怎么大回血，真的可以明显感受到真岛，哎、欸，他在那边跳舞，breaking， 真的老大也太好笑了吧，不愧是同生老弟，比平常还要猛啊，对啊，集气变好快啊，哈哈。欸、他真的用心良苦，贱价九面刀，250，哈哈哈哈哈哈。
欸，好坏哦！啊，真岛对童生真的是真爱，没有付钱是正确的。天哪、啊！